挑战，你就是我的意志和重聚力量的完美诠释。不过你必须先压抑你的怒火，再召唤这个重有你的世界。沉睡者的重生指日可待，而我最伟大的造物也将诞生。好吧，所有部队保持警惕，注意寻找我们的目标。记住，我们要面对的不仅是异虫，咱们的老朋友德克将军可能也埋伏在附近。希望这趟旅程不会是个错误。
抑制父亲，我只为服侍你而活，让主宰的敌人感受虫群的怒火吧。很好，脑虫，我今日的造物将成为我敌人的噩梦，别让任何一个人类活着回去。哦，我的天哪！Kerrigan，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？我在听。再听。有什么事吗？巢群遭到攻击，
和寡妇。
从角度讲，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 Jim， 你不该来这里的。但那些梦，我梦见你还活着，不知为什么一直在呼唤我。曾经是吧，在虫蛹里的时候，我本能地想通过心灵感应联系你和 Arcturus。 很明显 Arcturus 派了 Duke 来这里找我回去，但那已经不可能了 Jim， 我现在已经是异虫的一员，我喜欢我现在的样子，你无法想象这种感觉。所以现在是怎样？你要杀了我吗，亲爱的？那也是轻而易举的事，你构不成威胁 Jim。 放聪明点，马上离开这里，不要再与异虫对抗了。看来我也没有多少选择。